anónimo.首长，您这可都是杀人招式，不是格斗招式了，不太好。首长，我再说一次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演习就是战争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少跟我废话，别跟我提战争，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。首长，咱一码归一码，不带生气的。什么情况，指导员？王彦斌真的留在六连了？看来老六的话把他僵住了。这个六连长的诱惑就这么大，王彦斌真的愿意留下了？那些都不重要，对王彦斌来说，那些条件都是些浮云。关键是，王彦斌他不是一个没良心的兵啊，他这么一走。会伤了六连战士的心。老六是什么人呢？老油条了。他知道说什么话会有什么样的后果。那我们该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？就让他留在六连了。你觉得六连能留得住他吗？我告诉你，老黑，包括何晨光，四连咱们也留不住，甚至是李二牛，迟早要走的。为什么？他们都是特战旅看中的兵。这次演习没看出来吗？那是什么表现？哼！何晨光、王彦斌、李二牛，其实他们到我们团啊，只是走个过场，迟早范将要把他们接走的。那六连长，等于白说了。那也不能这么说。一个战士的成长不是一帆风顺的，总要经历一些挫折嘛，啊！而且这种挫折不光是生活上的，还有情感上的。王彦斌这次就算是他军旅生涯中一个小小的情感风波，
至少通过这次，他知道部队的珍贵，战友的珍贵。战士不光是战争机器，都是人嘛，都是情感动物，这些都是一些经历。哼，可惜了，三个这么好的兵，说不定哪天真走了。哎呀，这也没什么，很正常。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该走的，迟早要走的。二妞啊，哎，班长，您坐。那你呢？啊？你怎么还在炊事班啊？俺不在炊事班，俺上哪去啊？连连不是把你调到四班当狙击手了吗？啊，俺没去。你不一直想当狙击手吗？这回连连演戏，你表现得很出色，很好啊。这连连把你调到四班了，你为啥不去？脑子被煤矿挤了呀？班长，俺觉得在这儿挺好的呀，对不对？嗯，连里边兄弟都喜欢吃俺的饭。俺觉得很满足，俺可能成不了陈光那样的狙击手，但是俺有信心成为一个最好的炊事员啊。班长，俺也舍不得你，舍不得这帮兄弟，是吧？嗯，二妞啊，好样的，你说的我很感动啊，够意思。班长，你别说了，俺都不好意思了。有啥不好意思的？我跟你说哈。但你确实是狙击手的好苗子，你在炊事班有点耽误你。没有啊，俺咋没觉得呢？要不这样，以后你早饭不用做了，这个早饭馒头包的，弟兄们都做的不错了，你就跟着战斗班去训练去，中午晚饭你再回来掌哨。真的假的？弄普拉杯。OK， 班长。你现在就去，既然这个饭我替你做了。班长，这，你还信不过我？不是，我还差了生姜捞的辣。你这个土豆就不对，你看我这个速度，刮皮你得跟我学。谢谢班长，那俺去了，快去吧。是。班长，回来教一下这种刮法。好，走了，班长，去吧，争口气哈。哎，让他们战斗班看看，我们炊事班也不光会做饭。哎呀，这个兵种。很难得呀！慢点。哎呀，这不是走的挺好的吗？又不是残废。你快赔赔赔！关键是鞋舒服，还能走得舒服。挺贵的吧？还好，你喜欢就行。多少钱？到时候给我战友买两双。快正光，你就叫你战友。你怎么不说送我一双啊？都老夫老妻了，还送什么礼物？你什么时候看过我爷爷给我奶奶买礼物？哼，我知道你是老革命军人家庭，从来不过洋节，不送礼物。哎，那你爷爷就不知道马克思是德国人吗？再说了，马克思和叶宁就不过生日，也不送礼物吗？革命传统要保持。再说了，我不是得抄点老婆本吗？啊？你要结婚啊？你不知道吗？不知道啊，跟谁啊？也许，好像，差不多，可能。我可没说我要嫁给。你不嫁给我，嫁给谁？我是你从小最崇拜的偶像，我不做你老公，谁做你老公啊？还跟我装，站不起来不能走了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你骗我啊！你错没错？你说，你要不要改？我改，怎么着？正光，你没事吧？正光，你怎么了？
疼啊！怎么办？这儿，这儿疼。你手到这儿啊？是不是牙疼啊？哎呀，都让你别胡闹了吧，这不丢人丢大了。你说这解放军阿姨怎么就一定要出现在那里？她就应该出现在那里，就得让解放军阿姨来收拾你。我现在才知道什么叫天网恢恢，独漏这里。哎，你看那边是什么？摄像头，现场直播，乖，坐坐好。看来当兵当的没自由了。活该，还不是你自己作的。放着好好的大学你不去上，非要来当兵，这回好吧，自己慢慢受着吧，解放军同志。没劲呐。我有件事情要问你。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还要继续在部队吗？当然了，我好容易穿的这身军装我可不脱。那我不成了传说中的军嫂了？哎，这可是你说的。那你什么时候娶我啊？明天。明天，好啊，那我要去海边拍婚纱照，然后我要十克拉的新型钻戒，然后我要让你开着敞篷车去接我。小乔，小乔，帮我出个主意。你说，我是要得罪了一个女孩，要向她赔礼道歉，我该买什么礼物？你不用给我买礼物，我又不会真的生你气。我没说你，我是说一个不认识的女孩。哎，不，你别误会啊，你别误会，我得罪她了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那当时是在演习，我谁？我也不认识，好像是叫什么唐心怡。唐心怡啊，名字挺好听的，漂亮吗？还行吧，我当时也顾不上看清楚，只是听说是我们军区机关的女军官。女军官？啊，刚当兵就勾搭女军官了？什么叫勾搭呀？小小，我是那种人吗？那你说，你怎么得罪她了？这事儿还有点说不清楚，当时是演习，你知道演习就是战争。我问你怎么得罪她了？我把他衣服脱了。哎哎，小蒋，你听我说啊，这事还真说不清楚。我当时不是把他衣服脱了，可是我还没有想怎么样，我其实我就想。何成光，我告诉你，我一直以为你很老实，亏我从小到大一直想着我将来一定要穿着婚纱，我要嫁给你。你做出这样的事情，你这么对我，我恨你。喂，小蒋，你听我解释，真的不是。哎。手劲还真大，得，
两份礼物。哎，小小，什么事儿这么着急找我？啊？他骗我。谁骗你啊？他骗我。先生需要喝点什么？哦，先不用了，谢谢啊。好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你不是跟我说，两个人之间只要不出现第三个人，就不会有问题吗？现在出现第三个人了。不会吧？哎，解放军的管理苛刻在国际上是出了名的。我曾经跟他们的维和部队在一起维过和，他们的军纪是很出名的。什么？什么破军纪啊！他把人家女军官衣服都脱了。啊？不会吧？哎，现在解放军都开放到这种地步了？他自己说的。笑笑，可能是什么特殊情况呢？譬如战地救护之类的。哎，你要知道，我们当时执行作战任务的时候，经常会碰到这种情况。在战场上啊，根本没有男性女性，只有自己人和敌人。如果碰到危险的时候，是不会分性别的。危险的时候，你不想想，现在什么地方还打仗啊？再说了，世人都知道男女授受不亲的。我真没想到他会这样。小小，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这个岁数的男人，什么事情都见过，什么也都知道。我要告诉你的是，在这个世上，男人没有几个是表里如一的。我知道你很难受，但是你必须接受这个事实。现在我们姑且不说他是不是真的背叛你了，即便是背叛你了，你也应该考虑当时的实际情况，对不对？很多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，一是一，二是二。起码有一点，他没有骗你，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如实的告诉了你，对不对？可是他说了，还不如不说。做男人可真不容易。跟你说实话吧，事情会越来越大，那还不如不跟你说实话，可能事情还更好解决了。我觉得呀，他还是挺可爱的。可爱？对呀，虽然他做错事情了，但是他没有隐瞒你，他如实告诉你了，这样的男孩子不可爱吗？小小，我知道你现在心里很难受，但是我想等事情都弄清楚之后了，你可能就不会那么难受了。你现在非常的不冷静，我希望等你冷静下来之后再好好想想。你为什么要替他说话？因为我是男人，我也当过兵。军队虽然是封闭的，但是经常也会碰到一些极端的情况，我理解的。你也背叛过自己的爱人吗？是的。你还真够坦诚的。那个时候我在国外执行维和任务，全城屠杀，你知道意味着什么？我们是维和部队，只能被动看着，因为我们不能主动出击，只能被动还手。那座城市有一条大街被称作是狙击手大街，因为那条大街上到处都是狙击手，可
他们并没有狙杀敌人，而是狙杀路过的妇人。我到维和哨所，就在那条大街的尽头。我每天都会眼睁睁地看着那些狙击手狙杀那些路过的妇女、儿童、老人。后来呢？我一直严守着禁令，直到有一天。 我突然发现，在那条大街上，出现了一个黑头发的中国女孩。我根本没有想到，在那条大街上会出现中国人。她也许是运气好，狙击手的第一枪并没有打中她，她当时吓得待在那儿一动不动。按照常规，我们不能管。但是那一天。 违反了命令，你开枪了。对，我冲向他，我的战友用机枪掩护我，并且释放烟雾弹。我们成功的把那位姑娘救回了我们哨所，并且清扫了那条狙击手大街，一个狙击手都没有留下。那你们不是都违反命令了吗？ 你说的没错，后来总部下来调查的时候，我们一致同意。我们就跟他们说，是那帮狙击手先向我们开火的，我们是被动还手，反正那些狙击手也都死了，死无对证。嗯，真是太危险了，不过没事就好。那个姑娘其实是中国的一个留学生。 你应该知道，在那种情况下，在异国他乡碰到一个黄皮肤、黑头发的中国姑娘，真的是有一点老乡见老乡，两眼泪汪汪的感觉。也正是因为在那种极端的情况下，我们产生了感情。那时候你结婚了吗？ 是的，我太太当时在我所在的那个国家家里面等我。你就没有负罪感吗？有，但是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不能又把她推进死亡了。那后来呢？后来我随着维和部队一起撤离了那座城市，她留下了。 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们的运输机上没有他的位置，所以你就把他丢下了。小小，你知道吗？有些事情我真的是无能为力，因为当时我毕竟是在一个正规的军队，我们有我们的纪律。我把我当时身上所有的钱都留给他。 还把我在那个城市所有朋友的电话和地址也都给他了，我希望他们能够照顾他。我不得不走，因为我是一个兵团的士兵。就这样，我离开了那个国家，那座城市。那他呢？后来一直没有他的消息。我们离开以后。 那座城市一直被各种势力所占据，新的都市又开始了。我回到家之后，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我的太太，因为我觉得婚姻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诚实。我太太虽然很生气。 也很伤心，但是他并没有责怪我。他原谅你了。是的，我太太是一个记者，她后来甚至通过一些朋友和一些关系去找那个女孩，但是始终没有消息。换成是我，我也会原谅你。谢谢。
小小，我跟你说这些，其实是想告诉你，很多时候，男人都会做错事情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根本就没有不犯错的男人，而女人应该怎么选择呢？选择权在你手上。我希望我没有影响你。我跟你的男朋友不认识，但是所谓惺惺相惜，从他的眼神当中，我可以判断出他是一个优秀的士兵。也许他是犯错了，也许没犯，但是这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对他的感情真的那么不堪一击吗？好了，别再生气了。至于该怎么选择，就真的是你自己的事情了。我会好好想想的。谢谢你。对不起啊，老是让你想起以前不开心的事。没什么，人都会有过去的，即便是你不问，我也会想。有你坐在对面，总比我一个人自己想强吧。那说明我还有点用。当然，作用非常的大，谢谢你。不不不，应该是我谢你才对。还是应该我谢谢你，因为我在这座城市几乎是没有什么朋友。不会吧，你这么健谈的一个人。我从来不愿意跟别人说这些，我不想去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嗯，我懂。那这样好吗？以后你想说的时候就可以找我。好啊。哎，我现在可以要点喝的吗？好啊好啊。哎，我好像看到一出悲剧在上演。哎呦，我怎么办呀？哎，要不我去提醒一下那女孩。哎，你待着吧。去干嘛？让白头雕修理啊？那就这么眼睁睁看着？除非目标动手伤人，或者有什么别的严重行为，否则我们不能阻止。难道泡妞也是违反行为吗？不是啊，哎，可是我也感觉得那家伙也没有说要泡那个谁嘛。你呀，太年轻，太简单，有时还幼稚。这就是欲擒故纵，找到机会就痛诉革命家史，老男人的套路，你看着吗？哎呦，那个女孩也太可怜了。这东西不是我们能左右的事儿，爱情这东西玄妙。哎，那小兵怎么办？好好干工作吧，干这行就得学会做一个旁观者。哎呦，我原来一直以为我毕业了能做个黑猫警长，想不到到这儿以后变成了千里眼顺风耳。黑猫警长能成功办案的背后，就是因为无数的千里眼顺风耳，勤奋的工作，好好干活，别胡思乱想。我，我工作了。
班长，请问你有什么事情？我找人，请你到接待室登记一下。谢谢。不客气。你好，班长好。你好，你找谁？我找特种作战科研中心的唐新一工程师。你是他什么人？我不认识他。你不认识他，拿着花干什么？嗨，我前一阵演习见过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你就是那个兵啊。哪个兵？就是那个脱他军装的兵。您怎么也知道了？乖乖，你现在可出名了，唐工可是机关里多少年轻干部惦记的一朵花，没想到败在你手里了。怎么，还是个列兵呢？等着，给你打电话。喂，找唐工。好，明白。唐工还在实验室，现在不能接电话。那没什么，谢谢班长，我走。哎，回来回来，你把你证件留在这儿，进去吧。那不太好吧？什么不太好啊？都是当兵的，得成人之美。谢谢，您可真热心。那个班长，我这束花先放这儿好吗？行，放着吧。谢谢啊。班长，谢谢。列兵，首长好。你谁啊？我是一个兵。你找谁啊？我找一下唐心怡。你认识他吗？这花怎么回事？道歉用的。道什么歉啊？在一次演习中吧。哦。唐工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出什么大事了？等我测试完这颗子弹再说。他来找你了。谁啊？就是那个。那个，你自己去看就知道了吗？看什么看？进了实验室就安心一点。我导师没有教过你啊？不管是谁，都在门外等着。可别怪我没告诉你啊！那个小兵他来找你了。哪个小兵？就是演习的那个小兵啊。就在门外呢。你来干什么？报告，我是来道歉的。道歉？没有这个必要。对不起，演习的时候也是情势所逼。行了行了，别废话了，赶紧走。是。请您收下。我要你的花干什么？不管您要不要，这是我的一片诚意。对不起。
组长，要扔也等我走了再扔吧。干啥？你忙啊？铁工啊，瞎忙呗。啊啊，你们忙。赶紧走，赶紧走。等等，在门口等我，我一会儿出来。怎么没完没了了？小杰，到。我出去一趟，如果主任问起来，就说我老乡来了。啊，你们俩这么快就约上了？什么跟什么呀？我一定要好好收拾他。怎么收拾啊？这是我的事儿，我走了。送你了。这本来没事儿，这一收拾，倒有事儿。上车，首长。列兵上车。准备两束呢，准备充分吗？这是送给别人的。你行啊。我听人说送花是代表道歉的意思。我们去体育大学。来这儿干嘛？唐助教，今天有课。加课。你欠人家钱啊？没有啊。怎么可能啊？那你怕什么？我对象在体育大学。可以啊，还找了个大学生呢。下车。首长，首长，首长，换衣服。首长，何必呢？你不是能。
首长，你太没礼貌。你脱了我的衣服，还跟我讲礼貌，今天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礼貌。说一次啊，当时情况紧急，演习就是战争，我是别无选择。少跟我废话，别跟我提战争。我战斗的时候，你还不知道在哪擦鼻涕呢。首长，咱一码归一码，不带生气的。是来找林小小的吧？哎，你怎么知道？我听他提起过你。你好，我叫何晨光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啊，你好，你好，我叫邓敏，我是他的室友。麻烦您能帮我叫一下他吗？女生宿舍不让进。嗯、你给他打电话呀？联系过了，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。嗯，他好像不在。哦，那行，我在这儿等吧，谢谢。哦，你在这儿等啊？嗯。那我先走啊，谢谢。那个，你要站累了，你就先回去吧。不累，平时站岗一站站一天呢。谢谢。解放军叔叔强。挺好一人，可惜了。电影非常好看，我很开心。晨光，
你一直在等我吗？我下午来的，等的花儿都谢了。没事，就是来看看你。看见了，这够了。我走了。啊，你听我解释，我们就是吃了个饭，看了个电影，我们就一起回来了。我真得走了。你知道，部队医院规矩多吗？哎，待得好点啊！对于何晨光来说，这是一个他没有想到的结果。他反复地问自己：这会是真的吗？哎呦，完了！这个小兵的爱情完了，好事儿。失恋了还是好事儿？哎呦呦呦，我都不知道你们这些老同事是怎么想的。不失恋难道让他卷进来吗？卷进来？林小小早晚是王亚东的女人，你非让这个兵卷进来耽误他部队的前途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失恋对男人来说是太轻的挫折，而恰恰失恋最容易让男人成长，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哎，哎，啊！哎呀，你干嘛呢？哎呀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在哭呢？你说他为什么不听我解释呢？我和王亚东只是吃了个饭，看了个电影而已嘛。干嘛这么看我？哎呦，这有什么好解释的嘛？那合情合理嘛。在这件事情上，我比你有经验，小小，我是过来人，你要听我的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心啊，已经变了，变了。没有，我只爱何晨光。别闹，你爱什么呀？那什么什么光？不叫什么光，我已经跟你说过很多遍，他叫何晨光。对对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你说他有什么啊？他比那什么东高吗？比他帅吗？比他有钱吗？没有吧？那不得了吗？哎呦，真是的。不过，像你这种情况，也有可能是你现在两个人你同时都喜欢，是有可能的。人就是这样，同时喜欢上两个人的事情不是不可能发生的。反正这个事儿我是为了你好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我睡了啊。你要吓干嘛啊你？你要吓死我你！我就是来告诉你，我爱何晨光，爱。哦。请问你找谁呀？他呢？谁呀？何晨光。哦，你是说铁拳团一个兵吧？他走了。走了？啊，他还不应该出院吧？他早晨去找了主任，坚决要求出院。我们都劝他再住几天。
天，基层部队多苦啊，他也是难得休息，可他就是想回部队，说部队呀才是他的家。哎，你是他女朋友吧？哎，怎么他没告诉你啊？哦，可能是太忙了，没来得及吧。谢谢。现在这些年轻人，同志到了。师傅，等我一下，买完东西就走。摔倒了，何晨光想回去把小小扶起来，可是他却没事吧？对不起，王老板，他这个人就这样，他没什么别的意思，不要生他气，对不起。没关系的。在他的理解当中，小小和自己已经是两个世界的人。只有回到部队，何晨光才感觉到回家了。意味着安全，意味着温暖，家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。好像一出生就在这里，从未离开过。
要告诉那些说我们在演习中是靠侥幸打赢的人，我们四连是有战斗力的，是有实力的。同志们有没有信心？有。有没有决心？有。哎，报告，报告指挥员，我回来了。大家看，谁回来了？我们该用什么样的方式欢迎他呀？来，全体都有，立正，解散。吃俩面包了，不饿。你面包顶啥用啊？快！真不饿。哎，同志也回来了。班长，班长，好，好着呢，还是你最好啊！咱们连的荣誉被一个列兵给挽回了，了不起，英雄，好样的！哎，班长，您这么说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你看这个底调是对的。哎，刚才说什么没那么吃东西吗？是啊，给弄凉菜，接风，给同志接风。班长，真的不用麻烦您了，我来找二牛的，真的不用麻烦我了。真的不用了。你确定？确定，一定，以及肯定。好，我本来打算吧，还想放你会儿假呢，那不用麻烦我了，就算了吧。需要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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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需要。二妞，到，晚饭前归队就行，陪你战友好好玩玩，好好唠唠。谢班长，谢班长，走。哎呀，这两个兵都中，非常中。哎，眼弟呢？不知道在哪，没见着。没有。是啊，哎，那你知不知道哪来啊？不知道，指导员好像就找过他，他自己不肯来。重情义，不肯背叛六连，好样的，这就是我欣赏他的地方。有啥重不重情义的，背不背叛的，不都是解放军吗？解放军同志，我去找宪兵。后山老地方见。不是，这你等会儿，又来啊？指导员上次还给咱记着呢。你怕了？怕。有啥可怕的呀、啊？陈光，你没事吧？陈光，你有点不对劲啊！你才不对，你没事吧？去不去？不去。我说你这个新兵同志啊，你不知道你能死啊！不是，你怎么现在越来越像指导员了呢？陈光，陈光，陈光。啊呸呸呸！不打勤不打懒，专打不长眼。放心吧，我们哪有那么点背？快去，我找宪兵去。王彦兵战友，嗨！你还知道回来呀？我不回来，你不成第一了吗？你不在我这第一也没意思啊。怎么样，选好了？我抵抗力强。哟，小何来了。哎，班长。哦，哎，你们俩聊。哎，怎么着？什么时候完事儿？干嘛呀？我有惊喜。啊？那个什么，这个我们今天改一下训练科目啊，这个一会儿打扫一下车库卫生啊。哎，班长，昨天刚扫过，换一下。哎呦，不乐意啊？不乐意。那好，那我也发一下民主啊，这个不同意打扫卫生的举手。好，那我们就不打扫卫生了啊，换科目，武装越野五公里。班长，这还不是扫扫地呢？废什么话，去准备。走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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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吧，行点啊。哎呀，那我好了，你们俩呀就好好聊聊吧，记得晚上按时归队啊。谢班长。去吧。
至于吗？越南女的失恋吗？你有点出息行吗？你不懂，你不懂。我告诉你，男孩不失恋，永远长不大，成不了男人。我是爷们儿，爷们儿。你看那边着火了，拿着头盔。因为我是男人，男人。人，五颜色发的不错呀，不是您教的好。你在干什么？改善伙食。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是快速反应部队？知不知道我们全团敬酒？指导员，我们喝了一点儿，有分寸。这个到。第一，喝一点点也不行。第二，你已经醉成个鬼了。我这个指导员好说话是吧？你们想干什么？无法无天了，知不知道这是军营？要是打起仗来，你们还有战斗力吗？报告，绝不影响战斗力。您看哪次出征前，革命先辈们不来碗酒，喝多了照样上战场。喝多了照样杀鬼子，你看他醉拳，他提高战斗力。你教练，我你不是我的兵，回六连，跟你们连长指导员自首去。是，滚。梁牛，到！谁的主意？我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到拳头底下站着。是，是。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了吗？不用，我知道错了。不用，爱人知道错了。怎么回事？不用，是我带的酒，也是我拉着他们跟我喝的。你们侮辱了铁拳团，也侮辱了神枪手四连。更侮辱了这面旗帜。军人的尊严和荣誉是什么？
这胸口的军功章吗？是发自内心的自豪和忌惮。为什么自豪？因为你是军人，解放军战士。为什么忌惮？是因为解放军条令条例的严肃性，否则你们就不配穿这身军装。何晨光意识到，指导员说的没有错，地球离了谁都转。也许他自己并不这样想，但是他的行为确实侮辱他的部队。部队是一个集体，每一个人都不能特殊，而他又有什么特殊的？此时此刻，他才意识到，成为一个军人真的不那么简单。战友李二牛同志和王延军同志和我一起喝酒，支持他们也犯了错误。这是何晨光第一次在部队做检查，但是他心服口服，他承认是他错了。我完全接受连里对我的任何处分。何晨光到，如烈是，李二牛到，到你了，是。检查。报告参谋长同志，铁拳团神枪手四连正在进行日常训练，请指示。首长找我是有事儿啊？我这验货呢。哎呀，再不来就麻烦喽。哦，您是冲着那三个新兵来的吧？给我装糊涂啊！我要再不来啊，这新兵我就带不走喽。我说首长，你要别的事儿，我还能帮点忙。这个事儿啊，我说了不算。你不知道，他们现在可是咱们全团的红人啊，必须康团长点头，别的人做不了主。哎呀，你到底是我带过的兵啊，替我考虑啊。那当然了，都是自己人嘛。兔崽子，你现在学会拿你们康团长压我了是吧？哎呀，我哪敢呢，老首长。你还不了解康团长吗？说一不二，说翻脸就翻脸，六亲不认，我敢乱说话吗？来，我给你投个底啊，他们三个都申请入党了，何晨光、王彦斌已经是预备党员，二牛也快了。你看看，团党委的力度多大呀，这事儿难。替我考虑是吧？这真的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也是特战旅的老人嘛。没错，既然你是特战旅的老人，你应该知道，我从不打无准备之仗。我怕你准备不充分吧？演习刚刚结束，你抓了我们团长，斩了他的手，团长很不高兴啊。他现在参加不了年底的军事大演习了。我劝你啊，做好思想准备。呀，我先回去，啊。哎，好。你高兴什么？不是。你以为我就这样回去了？你不回去干什么？你碰一鼻子灰，弄得灰头土脸的。算了，我去你们康师傅的办公室里，跟他好好聊聊，叙叙旧。行，那我就等首长的好消息。首长。
哎，指导员，这范参谋长怎么了？好容易把庄稼养熟了，狗熊就来摘棒子呀。摘棒子？摘什么棒子？玉米棒子。玉米棒子？进来。老哥，没想到我来看你吧。是没想到。坐。有什么事儿就说，我挺忙的。哎，没事儿，我是专程来看你的。我是给你拍马屁来。哎，你给我拍什么马屁呀？你呀，无利不起早。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想什么，不给。什么不给啊？什么都不给。你看我这没张口呢，你就啥都不给。你不用张口，你撅屁股就知道你嘴型。我告诉你，不管你想挖我哪个病，我都不会给。我不要你的病。我是给你送礼来的。什么呀？滑稽。德州的，德州，拿走。不是，这是你最爱吃的家乡的扒鸡啊，你不馋呐？啊，馋也不能要。你这是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什么好心眼。我告诉你，想挖我的兵，没门。你想多了。你看，什么？后九，多少年的？20年的。拿走。这。我们是快速反应部队，是有禁酒令的。你是不是想害我呀？啊，老康，我们都是快速反应部队，咱又不是在院子里喝。我现在不就在院子里吗？我在值班，我早就打听好了。你今天不是值班首长。你怎么知道？我是干什么的？特种部队，这点消息还搞不到？行啊，那我问你。我不值班，我在这干嘛？是我也纳闷，你在这干嘛呢？那就说明你情报不够细致。我告诉你，我来练钢笔字帖来。我没想到遇到你，真是祸从天降。老康，你说咱哥俩什么关系？啊，我是你从死人堆里扒出来的，你是我好哥哥呀。这好长时间没在一起啊，我这心里头想你呀。咱哥俩。到旁边找个地方，好好喝两杯。真想我？真想。出去喝酒，也得穿便装啊。没错。你便装呢？在车上。我便装在这儿。分头行动。行吗？啊，哥哥海亮，你干一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就为了当年我们俩是从一个战壕里爬出来的，你就得干一个。这酒我喝。好样的。吃菜不？吃吃。哥哥，嗯，我呢，再敬你一杯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好哥哥呀！啊，来，等等。既然我是你好哥哥，那咱哥俩就得一起喝。好。
范，我觉得战争年代的兵好当，和平年代的干部不好做。没错，哥，你有什么难处吗？要有难处跟弟弟说，一句话，让我打哪个山头，我打哪个山头。别提山头，别提山头啊！你还记得吗？当年三五八高地，我30个兵去攻那个山头，结果回来几个人？11个，而有3个断了腿。我那个连长当的有愧了。别提山头啊！别提山头，哥，没事，不就是断腿吗？你看弟弟我，这什么时候事儿啊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也是那次吗？不是，不是那次战役，这是在和平时期，有一次我……行了，哥，不提这事。好，不提了。和平时期也有牺牲，好兄弟，硬汉子啊，我佩服你。好，来，我当年没白把你从死人堆里扒了出来，那是。行吗？还行。跟哥哥说，想要我哪个兵，我现在就让他找你去报道。嗯，哎喂，哥哥，我今天是专程来看你的，我就是请你喝酒的，我不要你的兵啊。必须要。那不行，我的兵给你，我放心。啊，说要哪个？我要是要了你的兵，是吧？那你们团还不说我范天雷是个小人吗？谁敢？我是铁拳团团长，我是1号人物，我要把兵给你。谁要说你是小人，我收拾他。说，要哪个？不合适。怎么不合适？必须要啊！我们要。听我说，嗯，我有仨好兵：何成光、狙击手、神枪手，综合素质高；王彦兵，技术全能；还有一个李二牛，狼牙山五壮士之一。我3个全都给你，怎么样？嗯？哎，不行，哥哥，怎么不行？这都是你手底下的强将啊，我不能要，不合适。必须要，不要。我把他们3个给你，我放心。必须要，不要。如果你不要，从此以后，你就不是我弟弟，我也不是你哥。我现在就走，你买。别，哥哥，别生气，我要，我要还不行？哎。听话啊！听话，来，必须要，必须要，而且还不能后悔。啊，不后悔，谁后悔谁孙子。谁后悔谁孙子。好。是，是，明白了。团长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指导员，范天雷正来掰棒子，把何晨光和李二牛叫来。他难道真的把小木两个人才挖走啊？指导员，咱们团长是不是喝酒了？他犯糊涂啊！他，你想想办法呀！你，先别着急。
是。连长，怎么了？不是我们的人，终归不是我们的人呐。报告。进来。团长，怎么回事啊？什么怎么回事？喝酒了呗。那现在怎么办？什么怎么办呀？谁后悔谁孙子。哎呀，这酒啊，多少度？